今天第一份报告是丁嘉丽同学孝是做人的本，是成佛的根。尊敬的恩师上人及诸位大德仁者，阿弥陀佛。最近惭愧门外弟子丁嘉丽与学海贤老和尚。 在生活中念佛的体会分享之后，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同仁们说：“这么好的内容不能只限于佛教内部流通，要正式出版书籍，要带动更多的人学习圣贤教育。”力邀我讲一讲我的故事，以此因缘，至诚恳请佛菩萨加持，如实讲出我的真实故事。 愿我的故事能对大家有所帮助，恳请大家扶正。家史：我是一九五九年出生在东北佳木斯，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家里穷得实在没有能力养我，亲生父母把我给了七家，没人敢要，因为我不足月出生，头都抬不起来。 很多地方溃烂化脓，涂着紫药水儿，看着就像个大耗子。亲生母亲抱着我，最后送到我爸妈家时，我妈说：“这孩子这么小，浑身都是紫药水，能活得了吗？”生母说：“活不活都感激您，活不了也是他自己的命，我们不怪您。”我非常理解生身父母。 一点儿也不怪他们。同时，我万分感恩收养我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。没有他们，我没有今天。我这个家庭是个特殊的家庭。我的爷爷奶奶是北京人，奶奶不能生育。由于我小时候大舌头，口齿不清，叫不好姥姥姥爷，就一直叫爷爷奶奶呢。 爷爷有一天在东单三条见到一个哥哥在卖妹妹，妹妹头上插着一根草，爷爷就把妹妹买了，领了回家，成为后来收养我的妈妈。是宿命吗？妈妈被爷爷领养，我被妈妈领养，妈妈生在东单三条，最后去世也是在东单三条旁的协和医院。 对奶奶的遗憾，爸妈收养我时，妈妈是评剧演员，一天要演三波戏，没时间照顾我，所以基本上是我由爷爷奶奶带大的。爷爷奶奶对我宠爱有加，他们吃粗粮，给我买细粮吃，我和他们的感情特别深。我奶奶去世时，我在她身边，奶奶想吃山楂。 那时我都上初中了，却不知道去找个地方给奶奶买山楂。奶奶去世后，有一天看到了奶奶以前给我切的山楂片儿，睹物思人，我泪如雨下，深感愧疚，对不起奶奶养育我的无边深恩。奶奶那么疼我，却没有想着我的一天福，我那时就暗下决心。 绝不能再辜负我的爷爷、我的爸爸妈妈，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孝顺他们，因为这是做人的本分。和爷爷生活的日子，爷爷非常爱我。我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后，每次上学离开家时，爷爷就提前不见了。等我走远了，猛一回头，却见爷爷拄着拐杖。 弯着腰，藏在一个大土堆后，伸着脖子，踮着脚望我。看我一回头，他就噌的一下躲起来，一会儿又偷偷出来望我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就把八十岁的爷爷接到北京和我一起生活，住在单位宿舍。爷爷特别高兴，结婚后也是如此。 屋子中间拉一个帘儿，让爷爷住在里面，我和我爱人住在外边。因为宿舍是半地下室，里面有暖气，还有窗户，光线会亮堂一点。我记得那时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都会跟爷爷做个小游戏，哄爷爷开心。爷爷是老北京人，喜欢到青花池泡澡。 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四十二块钱，负责搓澡的人喜欢喝酒，我就给他买二锅头酒，希望他给我爷爷搓澡时对爷爷多加关照。爷爷年龄大了，腿脚开始不方便，为此我专门学会了蹬三轮车，平时拉着爷爷出去玩儿，生病的时候就拉着爷爷去医院看病。 后来拍戏时有蹬三轮车的情节，剧组的人都特别奇怪，怎么我骑上三轮车上坡下坡那么灵活自如？这都是我拉爷爷练出来的。到晚年时，爷爷特别依赖我，有病了，假如我正好出去拍戏，他也要等我回来带他去医院。爷爷看病时。 喜欢相信跟他说话多的医生，所以每次看病之前，我都先悄悄的央求医生，请他给爷爷看病时多跟老人家说说话。每当我出去拍戏时，都会准备好三个不同颜色的玻璃罐把爷爷早、中、晚要吃的药都配好、分好。 包好，爷爷爱喝酒，我就依他让他喝。那么大的年龄了，老人喜欢啥，我尽量的去满足他。当时国内文革后开拍第一个电视连续剧，我都要签合同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爷爷病了，爷爷的病要紧呐、啊，我就把这个电视连续剧推掉了。 对奶奶，我没有尽到孝心，我绝对要在爷爷身上补回来，再不能给自己留下终身遗憾。我是名演员，工作时间相对灵活，接不接戏可以自己决定。我觉得孝是做人的本分。这部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引起强烈轰动，之后。 还有很多超有影响的戏，我有都推掉了。爷爷最痛苦的时候，我在他的身边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这让我很欣慰。爷爷九十三岁那年撒手而去，没想到我还是留下了遗憾。那年我正拍一部戏，爷爷又感觉不舒服了，连续三天叫我去看他。 前两天我都来看爷爷，爷爷就说想我。见他没大事儿，我说：“爷爷，您等我三天好不好？三天我拍完戏，带您去看病啊。”结果第三天的凌晨两点多，爷爷走了。我当时跪在爷爷的床前，两只手啪啪地拍自己嘴巴，我不能原谅自己。 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好在我现在学佛了，还有办法继续报答他们，以弥补我的遗憾。生病与放生，我爸爸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后来严重的时候，我开始接触佛法，我就求佛菩萨加持。我在外面拍戏时。 爸妈不要生病，等我回来再生病。结果我只要拍戏回来，进家门，爸爸就生病，就看急诊。佛菩萨是真满我的愿。这在量子力学上叫念力的秘密。我不应该有爸妈等我回来再生病的念头，而是应该一心求佛菩萨，让我爸妈身体健康。 同时以爸妈的名义大量放生，流通善书经典，以此功德福德回向爸妈身体好。一位传统文化老师说：“现在人们争着求着托关系，想尽办法给医院送钱。如果拿出十分之一来放生，也不会受那个罪。我后悔呀、啊。” 那时名义上是学佛了，但没有深入经教，不明白事理教理。虽然曾听恩师上人说过放生是无微不施，得健康长寿，但根本没往心里去。求老爸多活十年。有一次爸爸住院，我出去买东西回来，医生说老人自己大便时憋死过去了，我就跪在门口哭。 只听得背后一个老奶奶的声音说：“你别难过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再有你可以求佛呀。”“对呀，我学佛了，我可以求佛呀。”我马上就，在地上磕响头，哭着说：“佛菩萨，您真有吗？您要真有，您快救救我爸爸！我爸爸要是活过来，我就好好学佛。” 从此吃素。说完了，我才想起回头，却发现空无一人，没看到刚刚说话的老奶奶。我就迅速跑到急诊室，找到王主任，倒地磕头求他再救救我爸爸。王主任直摇头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固执？”没办法，叫了个大夫给我爸电击，叫我死心。 那个大夫电击了一下，没有反应。我打了个手势，意思是再来一次。大夫很无奈，又拍了一下。突然，我爸爸的腿腾地抬起来了，心电图图像马上出来了。医生们惊呼：“奇迹！”开始抢救。爸爸睁眼之后，立刻找我，笑着对我说。 我去阎王爷那儿报道了，阎王爷没要我，我又回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我相信我爸爸说的是真的，六道轮回是真有啊，佛菩萨是真有啊。我感觉那个点化我的见生未见人的老奶奶就是菩萨示现，我这一求，求出老爸多活十年。 法师的神奇预言。爸爸又一次病危的时候，我去恭请一位法师到我的家中。这位法师修为非常好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主张信众敦伦尽分，多放生，多念佛。他看了看我的爸妈，对我说：“你爸爸目前没事儿，你妈妈要走在前面。” 三年之内，你这两个老人都要走，走了之后，你就要办你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了。我听了很生气，我妈好好的，活蹦乱跳的，怎么会走在我爸前面呢？这个法师不可信。法师看出我的想法，又说：“你不是这家人，你来这家是来报恩的。”接着。 他说出了我亲生父母家的状况，兄妹几人等等。当时我坐在椅子上，吓得差点滑到地上。这个法师我是第一次见面啊，而且因为我妈妈就怕别人知道我不是他亲生的，所以我跟谁都没说过我的身世。这个法师怎么会知道？佛法讲让人明理觉悟。 轻易不用神通。那时的我对佛法生不起信心，佛菩萨来度化我啊！我开始信服佛法了。这个神奇的预言最后真的兑现了。我妈妈比我爸爸提前走半年，不到三年，爸爸妈妈都走了，我也开始一点一点的。 聆听恩师上人的讲经教学，一点一点地升起念佛的信心与愿力。特别在接触到尊敬的胡小林老师讲解的印光大师十念法之后，才开始念佛，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承办自己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了。依顺妈妈之所好。 我妈妈是演员，好打扮，热爱生活，我就投其所好，给她买首饰，买衣服，她喜欢什么就给她买什么。爸爸妈妈在我心里始终是排第一。记得当年同学、同事们聊天谈论时，常常都是我孩子怎么地怎么地，我爱人。 怎么地，怎么地？我从来都是我爸我妈怎么地，怎么地。当听说哪里有好吃的，我总是第一时间内就带爸妈去品尝。每当看到别人穿的衣服好看，一定想办法给妈妈买回来。妈妈经常说：“真讨厌，你就是我肚里的蛔虫，你怎么就知道我想要这个呢？” 妈妈喜欢漂亮的房子，时尚的家具，我给她都准备好了，她却一天都没有住上。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早晨，我妈妈说她做梦吃烧饼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我没吭声。 立刻骑着自行车从劲松骑到瓷器口老北京豆汁店里，给他买那里的烧饼和他喜欢吃的咸菜。为了避免凉了，我就把烧饼用围巾绑在我胸口那儿，加快速度骑得满头大汗到家里，给妈妈沏好茶，拿出烧饼让妈妈吃，妈妈又惊讶又满足。 我觉得妈妈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收留我，把我养得人高马大，付出了太多的辛苦，恩重如山呢、啊。不孝顺，我还是人吗？妈妈住院期间，无意之中看到收费单很贵，就吵着要出院，不治了。我坚定的对妈妈说：“妈，再贵我也要给您看。” 没钱，我卖房子；没房子，把我卖了也得给您看病。妈妈眼含热泪。妈妈走后，我发现有几个小盒子，里面全是我给她买的首饰，还有许多新衣服，商标都没摘。看见这些首饰和衣服，更坚定了我舍弃身外之物的想法。 首饰以妈妈的名义供养长春百国兴隆寺德行兼备的上长下慧老和尚，替我妈妈修复回向。衣服都送人了。妈妈的性情与疾病。我妈妈为人善良，乐于助人，但是脾气大，性情比较急躁，特别要强。 最后，他老人家得的是胆管癌。一个老师讲课时说，有四种人长寿：没心没肺的人长寿，糊里糊涂的人长寿，平静的人长寿，觉悟者长寿。他说，有些善良而内心暗地较劲儿的人，生闷气，爱憋气，倔强。 容易得胆结石，整日忧愁恼怒烦，怎么会不生病？我妈妈生气的时候爱摔东西，有一次她生气，把家里的鱼缸使劲摔到火炕上，鱼在火炕上直蹦。我从小也特别淘气，总给妈妈惹祸，让妈妈生气。另外， 爸妈在生活中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儿吵架，俩人吵了一辈子。二老当中，我妈妈脾气大，不服软儿，经常是我妈闹了一宿，还得我爸哄她，给她捶腿按摩。天下最公平的就是因果，夫妻是缘，或善缘，或恶缘，无缘不聚；儿女是债。 或讨债，或还债，无债不来。俗语说：“怕什么就来什么，烦什么就是什么。”在妈妈身上应验了。我妈妈一生最怕听到“癌”字了，她从来不说“癌症”这两个字，总说“不好”代替。但是。 却患了癌症。我妈妈一生最爱吃肉，无肉不欢。在她住院输营养液期间，馋得做梦都吃肉丸子。结果呢，她不但胆摘除了，还得上胆管癌，连吃饭菜都不行，全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。她干瞅着别人吃饭，自己咽口水。 我妈妈一生洁癖，特别好干净。家里来客人，客人走后，她立马洗床单。有时候客人还没走呢，她就开始对碗筷进行消毒，让客人挺尴尬的。但没想到，老人家最后屎尿失禁，经常在大便失禁时用手乱抠，抹得浑身都是屎。 我妈妈平常最讨厌别人有口臭，没想到她住院抢救期间，口腔气味相当恶劣，护士戴着口罩都不愿意给她做口腔护理。无独有偶，我的一位好朋友生前也有洁癖，每次洗澡时都要好几个小时，她特别爱美。 花在身体上的钱和精力太多了，可才四十多点，就得病走了，而且走的时候是夏天，身体臭的，招了特别多的苍蝇蚊子，怎么挥也挥不尽，让见闻者十分感叹。妈妈和好友们，他们这样在意自己的身体。 照顾的无微不至，爱美到洁癖，最后恰恰呈现出最脏、最丑、最臭。师父上人讲经，常常提醒我们要放下，特别是对身体的执着。你执着什么，什么就会牵绊着你。广清老和尚说：“贪恋世间一根草，你也往生不了。” 值得我们警惕。胆管手术遇阻，妈妈的胆摘除了，胆管又被胆沙堵住了，需要把胆管拓开。当时是医院的主任做的手术，他医术高超，这样的手术他做过很多次了。手术时医生出汗，衣服都湿透了，手术还是不成功。 事后，他说：“真是奇怪了，就是有股力量在阻止他进入胆管进行手术。”我就跪在手术门前求观世音菩萨。忽然接到一个师兄电话，开口就说：“佳丽，你别求了，有众生不让进，进去也给推出来。”我惊呆了，他事先并不知道我妈妈那天手术啊。 医生决定接着做另外一个手术。手术时，我妈的神志就不清了。她大声的跟我喊：“赶紧搬别的房子住，这屋太乱了。”她说：“她看到很多穿黑衣服的人推她、打她，嚷嚷着那事儿怎么着啊？”一个穿着清朝衣服。 带着清朝头饰的女人站在门边堵着门，一直用眼睛死死的、直勾勾的盯着他，吓得他心慌意乱。阿弥陀佛！这时我才明白那个师兄电话的含义。这些应该都是我妈妈过去世和今生所伤害的众生，到妈妈身体衰弱时来讨命讨债的。 因缘果报真实不虚，就在我妈妈身上演了出来。于是我就赶紧跪地，跟那些冤亲债主们沟通认错，代妈妈向他们道歉忏悔，恳求他们饶恕妈妈，给他们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。于是我就跪着念阿弥陀佛。几个小时之后，我妈妈突然喊起来。 走了，那些穿黑衣服的人都走了，可那个穿清朝衣服的女的不走。妈的胆管扩张手术不能进去，是否就是这个女子之灵在阻止呢？我忽然想起，妈妈做 B 超检查时，我看到有个小人在她的胆管里跳舞。刚开始我以为我眼花是错觉，但我擦擦眼睛再看。 仍是那个小人在妈妈胆管里跳舞，我连忙冲着屏幕喊，指给医生看，可医生什么也看不见，我明明看得清清楚楚。妈妈受此折磨，与她好杀生、吃肉、拿开水浇蚂蚁等一系列的行为有关系。佛经上说，阿弥陀佛是无上大医王。 是阿伽陀药，万病总治。可惜那时对这句佛号认识不足，信心不够。我记得我当时劝我妈妈念佛，她瞪了我一眼说：“你念好佛了吗？”我没念好，我没能将佛号的功德念出来、做出来，令妈妈信服。陪护妈妈的日子。 妈妈由于生病，变得非常敏感，知道自己的病不好，总是唉声叹气。我就常常做鬼脸，演小品，逗妈妈开心，同时也逗妈妈和同屋的阿姨们哈哈大笑。每天回家路上，我都会绞尽脑汁的想，明天给妈妈演什么，说什么。 当医生来说病情时，有时说的极其危险，我也是笑着听着。医生很纳闷我说我妈看着我表情呢，您配合我一下。医生恍然明白，总是很配合我。我常常是等着医生走后，对妈妈笑着说：“医生说好多了，再换一种药，效果会更好。您放心吧，啊。” 那个时候，医院里、家里，我都雇了二十四小时护工。但是我知道，父母最希望我在身边，所以白天我在医院陪妈妈，晚上回到家里陪爸爸。妈妈特别依赖我，离不开我，甚至我上卫生间这么短的时间，她都不乐意。我明白妈妈的心，就简短一切离开妈妈的时间。 比如吃饭，我不出去买，我预备了很多方便面、面包、榨菜。医生护士都特别心疼我，说我这样吃饭不行。我就笑笑说没事儿没事儿。医院的护士长非常感动地说：“我们在医院几十年了，没见过像你这样的，人家都是家属轮流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咕噜着。” 家里还有一个病着的老人，对老人这么孝顺，我们都做不到。有一次，我吃完方便面后，肠胃不舒服，连着跑了好多次卫生间，一点劲儿都没有了。我就对妈妈说：“要不我提前回家休息一下？”妈妈那时就像小孩子，舍不得我走。 我一看他那无助的眼神就硬挺着坚持下来。从此加意念，不敢让自己生病有事儿啊。一次，爸妈同时病危，妈妈在这家医院抢救，爸爸在另一家医院抢救，我分身无数。晚上夜班，公交车上只有司机、售票员和我。 我真熬不住了，但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再难也得挺住。妈妈住了半年医院，躺着不能动，我就给她勤翻身子，给她拍背，从未让妈妈得褥疮。后来妈妈不能吃东西了，全靠营养液，大小便都失禁了。 我就细心观察，能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大便，什么时候小便。妈妈有时候大便干燥，自己解决非常吃力，我就耐心的沾着香油，慢慢的帮她抠，力度掌握得当。因为妈妈特别怕痛怕疼，我每次极其小心翼翼的，一点一点的抠，争取把疼痛点减到最低。有一次。 我发现临床的阿姨也几天未大便了，我就说：“阿姨，我来给您抠抠吧。”阿姨嘴里推辞：“不用，不用。”眼神却不理我。我知道她憋了好几天了，太难受了。我说：“您甭客气，就把我当女儿吧。”我就开始给临床的阿姨抠大便，阿姨感动的直流眼泪。 有时候，我妈妈非常坚决的跟我说：“家里别救我了，这样活着太痛苦。”可是，一疼起来，她马上喊我赶紧叫医生给她打杜冷丁。我妈妈说自己也很矛盾，既想早解脱，又想多活一天。她说：“人到此时，求生的欲望特别强。”现在想起了。 言犹在耳，我是泪流满面。我觉得人生老病死真是可怜，不学佛更是可怜到极处。可惜我虽劝妈妈念佛，但并没认真的、诚恳的向妈妈介绍过更美好的世界——西方极乐世界。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。 他们心里想什么，我基本都知道。我细心的观察他们的表情、动作，有时候他们都不用说话，一个眼神儿，我就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，想干什么，想表达什么意思。我的体会是，我的心和妈妈的心、爸爸的心是相通的。 我把自己给舍弃了。当我全心全意的为他们着想时，我就是他们，所以他们心里所想的，我就能体会；他们喜欢什么，我就能明白；他们讨厌什么，我也能立刻意识到。心有灵犀，这其实一点儿也不稀奇。 这就是佛法所讲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众生一体，生佛不二。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当我们把自己真的完全放下，想象体会阿弥陀佛无量的慈悲、无量的光明、无量的智慧觉悟时。 把自己融进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海中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。如果能这样发心、换心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在按照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大愿，在人间践行，信、愿、行合一，我就是佛。 佛就是我，细心照顾爸爸。我爸爸经过生死关之后，多活了十年。可这十年，他老人家又得了帕金森症、老年痴呆症和肺心病。我发的愿吃素，好好学佛，吃素做到了。距今已十多年过去了，身体非常好。 发愿好好学佛这一点，我向佛菩萨忏悔，自己没有兑现。爸爸生病后，我家就像一家小医院一样，有各种器械。我一有空就看有关的医学书籍。医生要求一周一验血，因为如果药量不对的话，他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 因为爸爸最后走不动路了，身体重，我一个人根本抱不动他去医院看病、检查、取血化验，只好在家极其小心谨慎的对照医嘱配药给他吃。结果，爸爸的病情比较平稳。我觉得最好的医生是儿女，儿女最了解父母的需要。 只要儿女用心，一定都能做到。孝心的力量不可思议。我常常观察爸妈的粪便，干了是什么原因，拉稀是什么原因。有时候我会掰开粪便，仔细查看颜色，时不时闻闻味道，我就大致能知道他们是缺钾了还是缺钠了，然后。 我立刻采用食疗给他们补，缺钠时我给他们多吃点咸菜，缺钾时我就多买些香蕉给他们。爸爸是脑梗，我得知黑木耳有效果，就专门为爸爸蒸黑木耳，蒸成黑色膏物状给爸爸吃，效果很不错。由于爸妈同时都病着。 我就给他俩准备了每人一个记录本，认真记录他们每天病情的状况，带着记录本找医生看病。医生看到我记录本记录的那么仔细，都非常感动。爸爸行动不便了，妈妈身体也不好，我决心给爸爸洗澡。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建议时，爸爸很生气，不接受。 我就对爸爸说：“我是您女儿，您还顾及这些干什么呀？”刚开始时，他很不好意思，穿着短裤配合我洗。慢慢的，他就习惯了。爸爸便秘，上厕所很困难，有时要两个小时。一方面我在饮食上给他做容易消化的食物，另一方面我就给他揉肚子、搓背。 实在不行了，他才肯让我给他打开塞路，这样他才舒服了。爸爸临走前一年多的时间，每两天都需要我给他抠一次大便。我会手上沾着香油，慢慢的一点一点的、轻轻的给他抠。即使这样，他也会很痛苦，他会使劲儿的拿脚踹我，有时。 我被他踹得头冒金星，我特别能体会爸爸的痛苦，只好在心中不断的提醒自己小心再小心。爸爸小便失禁，刚开始时我不停的给他换裤子，但是根本忙不过来，而且底下会出湿疹，爸爸很难受，我就把他底下的毛刮得干干净净的。 自己用大可乐瓶子按他的体型设计了个尿壶，非常适合接尿。爸爸这样就舒服多了。爸爸常年躺在床上，我精心照料他，没让他生过褥疮。需要我喂爸爸吃饭时，他一口我一口的。有时爸爸嫌不合口味，就把嘴里的饭吐在碗里。 我就接着吃下去。爸爸有时会看着我流眼泪，对我说：“早知这样，真不该领养你。你这么好，我让你受苦了。我不想离开你，离开你太痛苦。”爸爸还常跟别人说：“古代有二十四孝，我女儿是现在的二十五孝。”我儿子当时听了以后，就跟姥爷说。 那以后，我当二十六孝。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，言教不如身教。爸爸含笑离世，对于爸爸，有一件我最后悔的事情。有一天，爸爸突然不行了，我习惯的叫了幺二零急救车。只见爸爸特哀怨、特气愤的望着我，他不想去医院。 他想在家待着，可我还是给送去了。他在医院的四天里，手脚都被绑上，身上插了各种管子，他始终哀嚎。典型的人间地狱。他每次吸痰，爸爸血压就上升到两百多。他使尽全身力气去抓，可是手脚都被绑着。 他就用非常仇恨的眼神看我。后来，我听恩师上人讲经明白了，这个时候千万千万别再对老人进行无效的抢救，应该让他在家平平静静的走。如果强行对老人无效的暴力抢救，他会升起嗔恨心，一念嗔心起，神识直接就堕地狱而去。 是我害得他老人家这样子。我当时学佛没学明白，这时候最应该求的是阿弥陀佛。如果爸爸寿命到了，就求阿弥陀佛接他到极乐世界；如果寿命没到，子女拼命为老人念佛、吃素、放生、印经等做功德回向，老人的身体就会。 很快的好起来。临终时刻，儿女把父母送医院抢救，其实是对父母最大的折磨。当时我看爸爸真的不行了，我就恭请那位法师来看我爸。师傅看了之后说：“送到松堂医院吧。”松堂医院是北京的一所临终关怀医院。 到那里后，立刻把老人家身上所有的管子都拔了，奇迹再次出现。我爸爸在松堂医院住了十二天，这期间一直有居士给他老人家念佛助念，他居然又平稳了。出院回家后，又多活了两个多月。难得这多出来的两个多月，我不再愚痴送老人家去医院无效抢救。 我跟爸爸说：“就求阿弥陀佛接引去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去。”爸爸经过生死大劫，对世间没有留恋，特别向往极乐世界，念佛的镜头提起来了。爸爸吸痰的问题，我自己想了个方法解决了。我跟爸爸说：“您配合我，我用水呛您。” 呛水时，您一咳嗽，我就给您抠出痰来。结果，爸爸配合的特别好。我一呛他水，他就使劲儿的咳嗽，我就手疾眼快的把痰抠了出来。爸爸咽气后，我跟很多居士一起为他老人家念了十二个小时佛号。掀开往生被一看，发现我爸的脸上笑开了花儿。 我儿子是在殡仪馆看到老爷最后一面的，一看老爷的遗容，竟是那么笑容灿烂。孩子止住眼泪，特别惊讶地说：“念阿弥陀佛，不可思议呀、啊！”不管孝养老爸的经历是如何艰难，所有的付出都值得，因为这是做人的本分，也是我往生极乐成佛的根基。 反思与感慨，妈妈最后在医院连续住了半年。有一次，我带着爸爸看妈妈，爸爸拉着妈妈的手，俩人抱成一团痛哭。人世间的生离死别，真是苦不堪言。我妈走的那晚，我回家拿她的装老衣服，我爸突然坐起来，那时他还能简单的说话。 他指着厨房，冲着我喊：“你妈，你妈！”他说：“看见妈妈穿着白绣花鞋，在我家厨房那儿坐着哭呢。”爸爸有预感，那天他哭了好长时间。我是瞒着爸爸，没告诉他我妈病重。我知道，爸爸看到的场景。 绝不是他瞎说八道，六道轮回真实存在。每每想起这些往事，我真的感觉人生太苦了，六道轮回太苦了。真的，厌离娑婆，心求极乐。我庆幸我听闻了佛法，我知道自己来这人世间干嘛来了。 就是师父上人常讲的“人生酬业”，就是老百姓常说的“来还债”。每个人都是如此，无债不来，有讨债，有还债，有报恩，有抱怨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离这四种。假如人们了解这些关系。 心态就会平和淡定许多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情仇。了解这些，遇到各种挫折、磨难、事故等等，就会明了前因后果，自作自受。不妨放下怨天尤人，坦然接受。这是我反思我的经历最深刻的体会之一。 第二个反思的结果是，孝是做人的本分，孝顺长辈、孝顺父母天经地义，绝不能等待，绝不能留下遗憾。我的奶奶从小疼我，好吃好喝的从来都给我，总说等你长大了，我就享你的福啊。 可奶奶没有等我长大成人就离开人世，没想到我的一天福。我的爷爷视我为掌上明珠，可在他老人家咽气前一天，我还是离开他的身边。这让我认识到，珍惜身边亲人，当下孝顺，当下照顾，当下让老人享福非常重要。孝顺不能等。 不能推脱，等我有空再来照顾老人；等我干完什么事情之后，再来完成对长辈、父母的承诺。在老人还活着的每一天，都要珍惜。第三个反思的内容是什么？是孝顺。我以前认为，只要花时间陪老人，花钱给老人买吃买喝。 供他们享受，生病照顾他们，有空陪他们，或待着，或出去玩生病好好照料，这就是孝顺。后来听恩师上人讲孝道：小孝孝其身，中孝孝其心，大孝孝其志，智孝孝其会听后。 我是大开眼界，同时自叹弗如，自己的孝道太欠缺了，惭愧不已。我只是孝其身，却从未周全的想到老人的心里是否开心，自己的言语行为是否伤了老人的心。在孝顺父母上，最难的是色难，这方面。 我做的太差了。《弟子规》上讲：“德有伤，贻亲修；身有伤，贻亲忧。”我先后两次离婚，让我的爷爷、爸爸妈妈抬不起头来，十分忧虑我的个人生活。我第二次离婚时想不开，抑郁，想自杀，我妈妈气的。 就对我喊起来：“你太自私了，你就想你自己，你父母这么大年龄了，孩子那么小，你疯疯癫癫的，穿的破破烂烂的往外跑，两个孩子拽着你的衣襟孩子让别人打，太凄惨了。”妈妈的哭、骂、喊醒了我，我才断了自杀的念头。 爸爸最后得了肺心病，妈妈患胆管癌，都是不孝的女儿让父母操心得的病。我让老人不省心呐、啊。孝顺父母，积福最快、最大。佛法的根就是孝道，没有孝，想成佛是不可能的。 可能就是因为我孝长辈、父母身的这点小孝，才成就了我能亲近、尊敬的恩师上人，聆听师父上人的教诲，成就了我听闻胡小林老师讲印光大师十念法，成就了我今生一定往生极乐的信愿行吧。 学习贤公和尚佛门榜样的光碟，每次看到上海下贤老和尚的母亲潇洒仙逝，我都会想起自己的母亲，还有他问我的那句话：“你念好佛了吗？”莲池大师说：“父母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”未能在生前让我的父母。 坚信念佛的法门是我不孝，我现在只能更加努力的学佛改过，在生活中老实念佛，来完成我对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及累结父母亲人的大孝至孝。现在我知道劝长辈。 劝父母活着的时候就立志求生极乐净土，能让他们念佛了生死，断除六道轮回，这才是人间孝道的真正圆满，是至孝。我万分感恩我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他们不仅收留养育了我的生命，且在我生命中视现生老病死等种种人生苦难。 给我进小庙的机会，让我明白死生无常，明白把握自己的法身慧命是最关键的。正如同上海下贤老和尚常对身边有缘人所说的：“念佛成佛是大事儿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”我真心的。 祈愿更多的人能体会孝道含义，孝是做人的本，是成佛的根。尽心竭力的孝顺长辈父母，祈愿更多的人能有机缘听闻正法，得到阿弥陀佛这个无价之宝，了脱生死，当生成佛。 真诚感恩，尊敬的恩师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，苦口婆心的、孜孜不倦的讲经说法，让我们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愿尊敬的师父上人法体安康，长久住世，教化众生，尽虚空遍法界。 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需要您呐、啊！阿弥陀佛。不妥之处，敬请尊敬的恩师上人、诸位法师大德、仁者批评指正，无限感激。惭愧不孝弟子丁佳丽顶礼遍叩，阿弥陀佛。